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阔气的房子。哎呀，真软和，真是舒服死了。你就知道舒服。舒服怎么了？就不耽误我去完成任务。你快过来看看这件衣服合不合身。 头手上没烟，千里之外的指挥部就听得见。废话，那这不成千里眼顺风耳了吗？打开眼界了吧？我告诉你，好玩的东西还多着呢。切！刚才我跟指挥部联络了。 指挥部命令我们，明天就开始行动。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复仇利剑”。这个代号好啊，我们就是砍掉日本鬼子脑袋的“复仇利剑”。下面，我宣布一下具体分工。针头，线脑。 针头线脑。龙杰，知道头去哪儿了吗？ 你管得着吗？我这不是为他的安全担心吗？您呢，就别操心了。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说话就这样啊？不就是今天临时负责一下吗？那么盛气凌人干嘛？哎，你们俩少说两句吧。 你把行动时间放在圣经下。喂，我是渡边一郎。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您有何吩咐？嗨，嗨。 我命令你去，连长，丁班长，马上把山田放子叫来。嘿。
针头线脑，针头哎。你瞎吧，小伙子，你这么说话可不大好吧？你撞的我，我还不能说两句了啊？就冲我这把年纪，你也应该。行了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啊！管太饶了。哎，朽木不可雕也，非类。烧焦啊！谁气你了？还能有谁？门口那头驴呗，驴！大海，大海怎么了？报告，山田芳子奉命前来。今晚八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要去百乐门出席歌舞晚会，你带上你的特务队，负责安全保卫。明白，我保证把那里的中国人驱逐干净。不不不，没有中国人怎么能体现日中亲善？没有中国人又怎么能显示出在我大日本皇军统领下的王道乐土？要内紧外松，明白吗？明白。月月，还是说一说你探来的情况吧。情况是这样的，这些日子那些日军高官和所谓的社会名流都喜欢往百乐门歌舞厅里钻。据说今天晚上八点，驻武汉日军最高司令长官松本要在那里举行什么舞会。好啊，今天晚上我跟月月、叶雨涵、展云鹏就闯一下他百乐门，一探虚实。雨涵姐，你真是太美了，叫我们貂蝉姐姐真是一点也不过分。你也很漂亮啊。我？你可别寒碜我了，在家的时候父母就叫我假小子，出了道人家又喊我男人婆，我跟漂亮二字没缘。月月，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的确很漂亮，很美。十分钟，最高司令长官松本就要到了，怎么主唱李曼丽小姐还没来？你是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不是她没来，是她生病了。病了？她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要不咱再换一个？你说的倒轻巧，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哪儿去找人呢？哎，完了，完了。我来唱。你雨涵，你救场如救火，你放心，我是勾魂歌后。小姐，您是？你就别管我是谁了，今天只有我能救你的场。你
不信算了。哎哎，别别别，快，请小姐换衣服。这边请，请。